好，今天看看我带来了什么。哦，是鸡蛋。这鸡蛋呢，是我在恶搞店里买的。那谁会来玩这些鸡蛋呢？天天、小丽、阿奇、毛毛、灰灰，他们五个今天来跟我们一起玩恶搞蛋。那恶搞蛋里面有一个是真的鸡蛋哦。汪汪队的小成员们，很高兴请到你们，我们也很高兴来这玩。嗯，那今天玩法呢，我就要跟你们说一下了。恶搞蛋里面就是只有一枚是真的鸡蛋，谁要是说找到了真的鸡蛋，我就可以答应他一个愿望。一共有十颗蛋，你们呢有五只小狗，谁先来挑选呢？哦，毛毛先来。我要好好的看一看挑哪一颗蛋。挑好了，我就要这颗蛋。那我来拿出来看一看。哦，会是真鸡蛋吗？毛毛，你说会是真鸡蛋吗？哦，会的会的，快打开来看一看。那我打开来看一看。哦，里边没有鸡蛋，是一个可爱的小兔子。毛毛，它跟你的颜色很搭呢。那可爱的小兔子送给毛毛。哇，我发现它的这个很有意思。好了，下一个是谁来选呢？哦，天天，天天你来选吧。好的，就这颗最后边的。好，我帮你取回来。哦，我要小心的拿。好了，天天快回来吧。天天的这颗蛋里会有吗？打开来看一看。天天你先看。哦，不是。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是什么呢？哦，一个小娃娃。好，甜甜，小娃娃送给你了。那这回谁选呢？小丽去选吧。我就要我后面的这颗。好，我帮你拿回来。小丽，那我要打开了。当当当当，什么都没有。那你们现在还没有拆到那颗有鸡蛋的蛋呢，要努力哦。好，现在呀，灰灰去选，就这颗。那我帮你取出来。哦，里边会有东西吗？还是会像他们一样呢？哦，又是一颗空蛋。现在我们剩下阿奇了，阿奇到你选蛋了。他们都选了两个里面带东西的，两个是空的。嗯，我去，我要第二排的第三个。好，我帮你取出来。哇，这个蛋里面会有东西吗？当当当，还是一个拼装的小玩具。那我来帮你拼一拼。这是他的头，把它放进去。二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呢。阿奇，那我们先让他倒下吧。毛毛，毛毛，又到你了。这颗后边的那颗，我要选它。好，我帮你取出来。哇，这颗蛋
好沉呢、啊、会是鸡蛋吗？我来打开看一看。你们先看一看。哇，是鸡蛋，是鸡蛋，那我快来看一看。哇，真的是一颗鸡蛋，把它取出来。哦，有蛋清，还有蛋黄。那毛毛，你选对了，我可以答应你一个要求。哦，你的愿望是下一次让我把汪汪队的所有成员都请过来。好，这个愿望我一定会帮你实现的。好了，今天的活动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好玩的恶作剧蛋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呀？那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